现在我硬菜我肯定喜欢。对啊，阿公都喜欢吃海鲜的。啊，阿公你爱吃硬菜哦。天天也是硬菜，今天要整点啥子嘛？你看嘛，你最喜欢的海鲜菜。这里还有一袋。哎，不嘛。哎，这个菜有点硬了，我这拿着瞬间就不香了。阿公，你那个做干锅海鲜比清蒸更入味一点。随便上了，我把拿手的挂起。准备的明虾、蛏王、花螺、花剑、皮皮虾、大闸蟹、珍宝蟹，洗个淡水澡。耶，啊跑跑跑不脱了，来摔碗上路。这个放到姜片、花螺、蛏王、半颗儿、扒海，再四种个蒸。阿刚点火哦，要点开干。上起锅蒸十五分钟，虾子开背，这儿炸了就翻出来哈，很漂亮。扯掉虾线，皮皮虾。放点淀粉，炸出来就比较酥脆了。配菜准备土豆、黄瓜，切成条条。时间到，起锅备用。烧油，卤出油来下入土豆条，炸至金黄酥脆，盛出备用。再下入大闸蟹、海鲜们，炸至外边酥脆，盛出备用。好漂亮啊！切成葱姜蒜。再切点芹菜看看，带叶子哈，一碗干海椒，锅里底油下入花椒，姜蒜爆香，调味豆瓣酱、海鲜酱、干锅酱，下入干海椒球球、土豆条、黄瓜条、芹菜段，再下入海鲜们，放入孜然粉、白糖、白芝麻、小葱段。要得了，起锅！点缀香菜两根儿，就这个干锅海鲜，我后期点评，你们那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！ 来啊，我起了，要得很干，来嘛，我先给你整个虾子，你看我虾子都是全部炸出来的，反正吃个皮皮香王的。好。二不。啊，土豆。土豆都花了的。嗯。哎呀！哎呦。快给我刷了一把子，嗯，那个，嗯，哈哈，本地龙虾安逸多，吃的啥子？一上口感就不是本地虾是吧？嗯，哈哈哈哈，那吃个皮皮虾，弄哪了？弄哪了？啃嘴嘴，那啃嘴嘴的，皮皮虾还好吃点，嗯，对，哎哎，对对，把皮皮不吃了。对吧对吧、嗯、对。嘿嘿嘿。啪啪虾我们走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啊，我吃这个蛏子。哦，蛏子一下子。蛏王子。哇、哦。嗯，转这个皮皮鸭子肥。哎呀，太爽。来嘛，我吃个大扒海，来个开包鹅，真包蟹了！哇塞，好多黄哦，你看哦，哇塞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塞去了，哦，哇塞，好肥！来嘛，我来了呀。那你吃啥嘞？我是 KK 王。哦，有点黄样的，看到多吗？嗯，对。天灵来了，盆里面的肉多。嗯，嗯，肉还不少。慢点烤这个腿腿儿，肉呀，多得很。哦，来王，再吃个小的。这个就专门吃黄的哦。嗯。好多黄啊，这个。是吧？嗯。八十的吧。嗯，这个花了，花了，花了，我弄不懂啊。
啊，我吃草莓嘛，吃草莓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这句我们，喂，我们的店，拜了个拜。